主料，汉堡配一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黑胡椒、牛肉一片，鸡蛋一个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电饼铛放入预热烤后，打入鸡蛋，放上黑胡椒牛肉片，煎鸡蛋时在两面分别撒上少许盐。等一面成型后再翻面，汉堡胚从中间横向切开，放上煎好的鸡蛋，再入上煎好的牛肉，挤上自己喜欢的口味的酱，配上咖啡或牛奶，都是很赞的早餐。烹饪技巧，前一天做的汉堡胚有点凉，可以在烤箱里稍微烤一下，可用微波炉叮一下，当然是夏天的话，直接吃就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